大家好，我是法国叔叔哥。今天我们来分割一下青花鱼。我们先从它的鱼头的位置斜刀进去，刀尖转过来，一刀拉过去，翻过来，同样的，接着它龙胸口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把它的内排处理掉。这样的话，一条青花鱼就分割出来了。现在我们把剩余的两条分割一下，同样的操作。内排处理一下。我们桌面擦一下，一个青花鱼的分割就完成了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。